我的名字是叫 Iris， 中文名字是何欣恩，然后我今年是大三，在 EBBA 读。哦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Hello， 我是源自资传系的蔡雅杰，我来自台湾。我是源自大学资讯传播学系三年级的罗曼丽，我来自台湾。Hi。Frequently, especially when it's close to the exam time, I would use the discussion room and I could discuss the homeworks and like question revision with my friends. 还蛮常的，因为我很常去借一些教科书或者是自己想看的书籍，所以蛮常去的。觉得图书馆里面一进去就会看到一棵树，就有一种就特别亲近大自然的感觉，就是它的这个绿建筑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，然后再加上它是主打采用自然光的元素，所以在图书馆里面整体是非常的明亮，我觉得很喜欢。那设施的部分呢，就是它图书馆外面有一个AI 的电子书墙，就它可以针对你个人，然后去帮你推荐说它你自己最适合的书是哪一种书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。
在在文化大学的图书馆小峰图书馆的二楼。大的图书馆呢是私校藏书量第一，但除了私校藏书量第一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网络的资源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利用。那图书馆除了藏书量之外呢，我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24小时 K 书中心。那24K 呢，其实在文大有很多地方都有，那其中一个呢主要的地方就是在图书馆。那现在让我们来去看一下图书馆中的 24K 长什么样子吧。这边就是我们的24小时的 K 书中心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位置，然后还有插座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使用电脑。那这个部分的空间的话，就是完全是欢迎同学来自由使用。一楼设有流通柜台、密集书库，提供人脸辨识的行动自助借书区，五米宽互动光墙，多媒体领赏区，多功能展演室，导览机，畅销书区，冲浪板讨论桌，可移动式讨论桌，学习共享区，语言学习区，讨论室及教授指定参考书区等。二楼为期刊区和月报区，三楼面湖的淡泊区放置休闲沙发椅，提供读者放松、观景、沉思的空间。同时也设有提供创作发表的 N 次方小型演讲空间，和本馆特别规划的儿童文学书库、亲子书房及林文宝儿童文学特藏室。儿童文学研究泰斗、本校荣誉教授林文宝毕生栽培了无数人才与创作者，还保存各阶段、各类型和各国的儿童文学相关书籍。特藏室精选林文宝教授所捐赠的10000多册图书，提供学术研究之用。四楼为中西文书库，并提供以台东原住民族命名的研究小间，以及陈列本校教师著作和经典选书的后山书房。这里是红楼书房，坐在这里可以看到学校的精神象征，那就是对面的市定古迹红楼。图书馆会不定期在这里举办艺文讲座、星光电影院手作坊等，都是秒杀活动哦。到图书馆一定要记得带学生证，一人一证刷卡入馆。还没有领到学生证的同学，也可以申请准新生借书证或是换证入馆。也提醒大家不要带食物或饮料入馆，一起来维护良好的阅读环境。这里是借书柜台，大学生的借书权限为可以借20本书，一次借30天。一楼大厅设有休闲杂志区、畅销文库、经典文库，展示的馆藏几乎与成品书局零时差，也定期举办各种活动，随时到馆都有寻宝的感觉哦。除了借还书，图书馆还可以借用 iPad、杂志，表中可以看到详细的借阅天数哦。图书馆的楼层是 B1 到3楼，总共有4个楼层。在2018年邀请了成品书局的设计师重新设计整修，我们一起来逛逛每个楼层吧。在2楼除了西文书库、绿意满满的阅览座位之外，还有最受欢迎的讨论室。要使用讨论室，需要2到6位校内读者带着有效证件到1楼借书柜台登记后，才可以进入使用哦。3楼是中文书库，图书馆的中文图书都收藏在3楼，还有中文电子书可以在网络上借阅哦。地下1楼是我最常来的楼层，自习室、视听室都在这里。百科的学生很用功，自习室座位的使用率很高，为了取得优先使用座位的权利，一定要利用座位管理系统登记座位哦。在嘉义大学有一座美丽的建筑物，它不仅是知识宝库，更是艺术瑰宝的殿堂。
那就是蓝潭图书馆。2006年6月启用的蓝潭图书馆是一座地面五层、地下一层的建筑，不论是办理各类大型讲座或小型会议，皆可为师生提供学习与研究的多功能空间。踏入蓝潭馆，仿佛走进了一座美术馆，丰富馆藏与充满艺文氛围，珍贵的艺术收藏品诉说着丰富的文化故事。无论是借阅书籍，或是需要跨校区借还 WiFi 借用、图书协询及用书申请、馆际合作、研讨室等空间借用及问题咨询等服务，嘉义大学图书馆都能满足您的求知需求。这里提供舒适的沙发、合适椅及高脚椅，是阅读、线上检索、休憩、音乐欣赏、讨论报告的多功能空间。资讯推广室提供资源利用指导服务，以班为单位或师生五人以上可提出申请。管理学院 B 栋二楼的新民分馆，馆藏以管理及兽医领域为主，另有充满绿意的自修室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1992年11月启用的民雄分馆是一栋五楼独立建筑，以教育及人文艺术图书为主。民雄校区是人文、艺术与师资培育的摇篮，各类丰富藏书提供师生研究教学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探索与发现的可能。嘉义大学图书馆，一个丰富多元、充满活力的学习空间，等待您的探索。传图正式开启。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，它不只是一个新的外观、新的设备，也为我们传图注入一个更活泼灵动的气质。接下来所有在我们传图举办的活动，新空间的利用可以更多一分的美好。那这样的一个图书馆逐渐的改造，其实是承载很多人的期望而展现出来，所以它特别的能够引起共鸣。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未来就在我们图书馆发生，这边会带动很多议题的讨论，让大家共享这样的一个成果。不用说也知道，图书馆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，那要怎么取得呢？请在 Google 上面搜寻逢甲大学图书馆，进到图书馆的网站，找到之后呢，只要借了书，就会收到图书馆利用行动逢甲 APP 的推播通知，提醒你图书快到期啦，赶快续借或还书，还有预约书的到馆通知，请到图书馆一楼流通柜台取书哦。
刘以豪。上个月的畅销书籍借了吗？哪一本？资本论的诞生啊。被借走了、啊、不然你先用那个北联大的代借贷款功能先向别的学校调阅看有没有，快点。然后我先用手机预约畅销书籍，学校发 email 给我了，说已经有人归还了，赶快下去借吧。不好意思，我预约的书到了。OK， 学生给我交。好，等一下。学生证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谢谢。这学生证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同学，你坐到我的位置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其实你可以到那边的座位管理系统登记你要的座位，这样你就不会再坐到别人的位置了。这一次他应该就会懂了吧。他的精心策划让我对他心动了。第一次是在自学中心遇见你。另外一次是在图书馆一楼。还有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们曾在视听室里谈电影。对啊，我听说这是一部歌舞片，然后我想说里面的歌都很好听，我特地来图书馆借的。哎，那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这部片的导演魏德胜是想透过50赫兹的声音的概念去来传达。哦，原来我们遇到这么多次哦。嗯，我发现我们都很常到图书馆。其实，在自学中心的时候，我也注意到你了。那要不要一起到红楼书房喝杯咖啡呢？嗯，好啊。你看这里很棒吧，可以边看书又可以边享受下午茶。我们是因为图书馆而结识，谢谢图书馆提供了这些地方，让我们的故事可以继续下去。